小朋友，你们好！今天 Virginia 阿姨要给你们读两本书。要是你听到很多声音，那是 Virginia 阿姨的小朋友在旁边玩，所以阿姨已经警告他们，请他们小声一点。可是他们还是小朋友，所以有时候会忘记。我们今天要读的书是《一起玩好不好》。第一本书是《一起玩好不好》。珠宝，我们来玩传球好不好？当然好，我最爱和朋友一起玩传球。我来丢球，我来接球。大家早，我想跟你们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看有一条蛇。哦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对不对？难道你们不想跟我一起玩？哦，才不是，我们很想跟你玩，可是。可是，我们玩的是传球。球要用手丢，所以呢，可是你没有手啊，我没有手。我知道我没有手，因为我是一条蛇，还是一条有趣的蛇。可是蛇可以玩传球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？你说的好。我要丢咯，要接好哦，看球，砰！哦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只是有一点晕而已。那好，再来一次哦。现在换我来丢，砰！哎呦，这个可怜的蛇还是行不通，我们需要多下点苦功。我的头好痛。或许还要更多球，更多球，更多球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哦，救我！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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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还要更多球吗？说不定是个好方法。啊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下。我们试过好多次了，可是我是一条蛇。蛇就是不能玩传球。谁说的？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朋友就是要一起玩传球。要怎么玩？你看，它灵光一闪，
我最爱和朋友一起玩传球。好不好玩，小朋友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读第二本书是《大象不跳舞》。大象不跳舞。大吉。咦？一二三四五，我们来跳舞。什么我都行，跳舞我最酷。去问小咪。小咪和小米，他们都是我徒弟。一二三四五，我要学跳舞。可是大象不跳舞。别骗我，我不是笨猪。骗你我就变老鼠。你看这本书，翻到55，大吉，书上没有说大象不能学跳舞。小珠宝，你说的好，这点子听起来又够妙。我要尽情跳。一二三四五，我们来跳舞。哎呦，不要怕跌倒，跟着小珠宝数到三，一起向上跳。一二三，向上跳。向上跳，你刚才没跟好一二三向上跳。我刚才没跟好一二三上向跳，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再试一次当然好。双手向右挥。不对不对，向右推。不对不对，向右挥。对了对了，向右挥。抬左脚向上踢。大吉不要急，左脚向上踢。大象学跳舞果然很辛苦。向上跳。向上跳，向下蹲，向下蹲。他一直弄错，是不是？单脚转圈圈，单脚转圈圈。站好，不要团团转。谁想团团转？一二三，前三步，前三步。退两步，退两步。哦，一直弄错，是不是？扭扭舞，扭扭舞。机械舞，机械舞。我不跳了。我这里跳，我那里跳，我往前跳，我跳呀跳，还往后跳。看清楚，我是大象，不是猪。大象就是不跳舞。砰！你听我说。我们是松鼠二人组，想学新舞步。对不起，现在不能教跳舞，我的朋友想要哭。他很伤心，对不对？
哭什么哭？虽然小猪你很酷，但是我们想学大象舞。咦？拜托教我们大象舞，教教松鼠二人组。我也想跳大象舞。嗯，用力吸气，用力飞踢，只要够用力，绝对没问题。好啦，谢谢你们小朋友今天跟 Virginia 阿姨一起看两本书，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？拜拜。